中日和阅兵爆火，国外不踢正步的沙场阅兵简直让人为之震撼。场面一。场面二。场面三。Yeah.
场面舞。什么感觉？报告，就是班长教的，说是看臂，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看那个脚跟儿。走着走着，感觉频率变得特别快。左一路的提醒员可以稍微往左慢一点点。我觉得就是应该找位置，等他们动完了，我们就是直接到位，别来回窜。这些问题都一个原因，就是什么？咱们平时练的有点少，咱们今天晚上就利用晚上时间吧，我想把大家都集合起来。场面七。我要用一下手机啊，等一会儿给你看。十。